好的，我们今天来聊聊 XR，也就是延展实境。嗯，感觉哦，现在一讲到这个话题，好像整个战局都已经定下来了。没错，大家想到的就是两大巨头嘛。对，一边就是 Meta 用那个呃相对亲民的 Quest 系列，基本上已经占了很多市场。嗯哼，另一边就是苹果用那个贵到吓人，但体验也真的很厉害的 Vision Pro。 直接把天花板拉到最高，对，像是一场重量级的拳击赛，其他人好像只能在旁边看。没错，但你分享的这篇科技评论文章，哎，它揭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剧本。嗯，就是 Google。对，Google，这个感觉好像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的玩家。最近在他们 The Android Show XR Edition 这个活动上，其实悄悄的在下很大一盘棋。没错，而且他们的玩法完全不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拆解这个局，看看 Google 到底打算怎么复制当年 Android 手机的成功模式，然后集结一堆盟友，用一场嗯非对称的战争来颠覆这个 XR 世界。是的，这篇文章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它点出了 Google 的核心策略，他们的目标不是打造一台完美的神级装置，嗯，不是要做另一个 Vision Pro，对，而是要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开放平台。 就是要让一百种不同的花在 Android XR 这个花园里自己长出来。听起来很熟悉耶。我们可以先从他们的前锋部队开始看，也就是直接对标 Vision Pro 的三星 Galaxy XR。好，然后再深入分析他们真正的杀手锏，就是那个兵分多路的 AI 和 AR 眼睛部队。最后我们再把这些线索拼起来，看看这场开放对决、封闭的战争，到底谁的赢面比较大。 好的，那我们就从前锋部队开始吧。要跟苹果在高端市场上较劲，Google 阵营需要一个门面担当。嗯，这个角色就是三星的 Galaxy Xr。文章提到，Google 最近为它推出了三大功能更新，听起来不只是小升级哦，而是充满了那种针对性的战略布局。的确如此。我们先看第一个 PC Connect，PC 连接。嗯，表面上看。 把电脑画面投到头盔里，这不新鲜吗 m e t a 的 Quest 早就有了。对啊，但这篇文章点出的巧妙之处在于那个整合的深度。Google 不止让你无限串流 Windows 的画面，嗯，更关键的是，你可以把这个 Windows 视窗跟你头盔里原生运行的 Android App 试窗随意的并排摆放。 等一下，这听起来好像差别不大，但仔细想，这意思是我可以在一个超大的虚拟荧幕上用 Windows 跑专业软体，对，然后旁边就直接开着手机版的 Line 或 Slack 跟同事沟通。你抓到重点了，这等于是打破了作业系统之间的墙。哇哦 <Wow>，他把 X2 头盔从一个外接荧幕，真正变成一个独立的多系统工作站，这就直接冲着苹果 Vision Pro 最强调的生产力场景去了。没错。 Google 等于是在说，你看 Vision Pro 能办公，我们也能，而且我们还让你同时用你最熟悉的 Windows 跟 Android。不过这里有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舒适度啊。对。文章虽然没深入谈，但你真的会想，这种装置的重量跟续航力，真的能撑八小时的工作吗？我觉得这可能是硬体伙伴三星接下来要解决的最大难题。再强的功能，如果带不住，其实也没用。真的。 那第二个更新呢，叫做 Likeness，真人替身。嗯，这个听起来就很有未来感了。但我同时也有点担心，会不会掉进那个恐怖谷的陷阱？你的担心非常到位。现在 VR 社交最大的尴尬就是，你看着对方，要么是个没表情的头盔，要么就是个卡通人。对，很出戏。Likeness 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他用感测器及时抓你的脸部表情跟手势。 然后生成一个逼真的数位提身，但就像你说的，那个逼真但不完美，有时候比卡通更让人觉得毛毛的。没错，所以我觉得文章暗示的策略是先求有，再求好。嗯，怎么说？即使出版可能还有点僵硬，但它释放的讯号很清楚。Google 要让 XR 的沟通体验哦，从游戏化走向人性化。哦。 他们瞄准的是专业的视讯会议、远端协作这种场景。对，在那个场合，一个能传达基本表情的拟真替身，可能就比一个可爱的卡通头像来的更专业。这是让 XR 从玩具变成工具的必经之路。有道理，先解决专业需求。那第三个 Travel Mode 旅行模式，这个听起来就务实多了。 它听起来务实，但我反而觉得这可能是这三个更新里面最能打动普通消费者的一项。哎，真的吗？你想想看，它的功能很简单，在飞机、火车这种会晃的环境里，稳定你眼前的虚拟画面。嗯，这解决了一个很大的痛点。我常常出差，如果在那个很窄的经济舱座位上，我可以瞬间拥有一个 IMAX 屏幕电影院，或者一个三银幕的办公室。哇，那种体验的升级是革命性的。 对，这就让一台可能卖超过一千美元的装置，感觉更值回票价了。我完全能想象那个画面。所以 Galaxy Xr 这边的布局很清楚了，用更开放的工作流程、更人性化的社交，还有更务实的移动场景来建立高端市场的摊头宝。嗯，但如果 Google 的策略只有这样，那也只是在模仿苹果，算不上高明。 文章接下来提到的才是他们真正的野心。没错，如果说 Galaxy X R 是正规军，是为了在正面战场拖住苹果，那接下来的布局就是 Google 准备发动的全面渗透作战，机海战术。对，文章用“机海战术”这个词，我觉得非常贴切。这场攻击兵分两路，第一条战线就是预计在二零二六年全面铺开的 AI 智慧眼镜。这里最让我意外的是他们的合作伙伴，嗯，不是找科技公司。 而是找了韩国的潮流品牌 Gentle Monster，还有美国的平价时尚眼镜 Warby Parker。这操作是为了好看吗？我觉得两者都有。这一步棋很高明，直接点出了 Google 对智慧眼镜的定位。它首先得是一副好看的眼镜，其次才是智慧装置。对他们汲取了当年 Google Glass 的教训，科技感太强反而让人有距离感，跟时尚品牌合作。 就是希望让科技隐形。原来如此，先消除心理门槛，这很明显是冲着已经跟 Ray Ban 合作的 Meta 来的。没错，那这条战线的产品，文章说有两种，第一种是无银幕 AI 眼镜。无银幕？嗯，你可以想象成现在 Ray Ban Meta 眼镜的 Google 版，有相机、麦克风、喇叭，但镜片是透明的。 没有显示功能，那它的核心功能是？核心就是让你随时用声音叫出 Gemini AI 进行对话、拍照或识别眼前的东西。它是一个戴在你脸上的 AI 助理，听起来很方便。但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应该是第二种吧？显示型 AI 眼镜？绝对是，这是进阶版，镜片本身就是一块微型显示器。哇，文章举的例子很生动。 你跟外国人讲话，即时翻译的字幕就飘在空中。嗯，你在城市里找路，导航箭头直接就铺建你要走的人行道上。哇，这！但这也立刻引出一个很大的问题：资讯过载。对，当数位资讯跟现实世界叠在一起，那条界限在哪里？我们已经觉得手机很烦了。如果资讯直接出现在眼前，要怎么应对？还有隐私问题，这都是未来的大宅文。 好，这是 AI 眼镜这条战线。那第二条战线呢？文章提到了另一家公司 Xreal。嗯，他们的角色是什么？我认为 Xreal 是 Google 整个布局里的 extra inser，是补上关键缺口的那块拼图。他们正在开发的 Project Aura 眼镜，跟前面提到的所有装置都完全不同。啊、哦？怎么说？首先，它是有线的，要接手机。其次，它用的是光学透视技术。 这两个名词听起来很技术性，跟 Galaxy Xr 那种 VR 头盔根本上的不同在哪？当然，你可以这样想，Galaxy Xr 这种 VR 头盔像是你戴上顶级的降噪耳机，闭上眼睛，完全沉浸在音乐里，你等于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OK。而 Xreal 的 Project Aura 这种 AI 眼镜，则像是一副透明的智慧眼镜，你听音乐时。 歌词就漂浮在你眼前的空气中哦，它、oh, 没有取代现实，而是增强了现实。完全正确，所以它的定位不是娱乐或沉浸，而是实用工具。像是文章举的例子很实际，你带着它一边看着飘在眼前的食谱，一边做菜，或是在组装家具的时候，3D 的步骤指引就直接叠在零件上面。 我懂了，它填补了轻便的 AI 语音助理和笨重的 VR 沉浸式头盔之间那个巨大的实用性缺口。没错，它不是让你逃离现实，是帮你搞定现实。 好了，线索越来越多了。我们有一台高阶 VR 头盔，两种 AI 智慧眼镜，还有一款主打实用性的 AR 眼镜。把这些点都连起来，Google 那张战略地图就变得很清楚了。是的，这张地图的标题就是复制 Android 手机的成功模式。嗯，Google 自己不跳下来做所有硬体，而是提供两样核心武器。 统一的作业系统 Android XR，还有统一的 AI 大脑 Gemini。然后他把各路硬体诸侯，三星、XRL、Gentle Monster 这些，全都集结到自己的旗帜下。对，用最多样化的产品和横跨高、中、低阶的价格带，对整个市场进行饱和攻击。这就是典型的群狼战术对抗狮子。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三个阵营。 苹果就是那只孤高的狮子，典型的围墙花园。没错，从晶片到软体全都自己来，优点是体验极致，缺点就是贵，选择少。然后 Meta 文章称之为半封闭生态，它更像是一头已经占了地盘的河马。嗯，它在头戴装置 Quest 和 AI 眼镜 Ray Ban Meta 在两条线上都已经有先发优势了。 Google 目前在硬体出货量上绝对是个追赶者，所以 Google 的策略就是开放联盟，我不跟你单挑，我组一个联盟来打。优势就是选择多、创新快、价格弹性大。没错，这就凸显了像 x r a l 这样的伙伴有多重要。x r a l 过去硬体很强，但软体生态是他们的痛点。 啊，现在一旦加入 Android XR 阵营，他的眼镜就能直接用 Google Play 商店里百万级的 App。对，这对所有想做 XR 硬体的厂商来说，都是一条捷径。最后要把这个看似松散的联盟串联起来，就需要一个共同的灵魂，而这个灵魂就是 Google 的王牌。没错，就是 Gemini AI。对。 不管你用的是三星的 VR 头盔，还是 Warby Parker 的时尚眼镜，背后提供智慧服务的都是同一个大脑。AI 就是那个粘合剂。对，这是 Google 目前相较于苹果和 Meta 最核心也最难被复制的优势。这么说来，整件事就说得通了。Google 在 XR 领域的赌注，其实不是单一的杀手级应用或一台完美的装置。嗯，他们赌的是选择和开放性。他们相信。 就像智慧型手机时代的历史重演一样，一个由众多伙伴组成的充满多样性的生态系，最终会战胜一个由单一公司主导的封闭花园。等到二零二六年，当这些装置陆续上市，你就能真的根据自己的需求和预算去选择，到底是要极致沉浸，还是高效实用，或者是无感的智慧助理。 这篇文章深入分析了各家的商业策略，但归根结底，这也为你为我们每一个人提出了一个更根本也更个人的问题。嗯，作为一个使用者，你未来会想生活在哪一种 X R 世界里？是一个由苹果精心打造，体验完美精致，所有细节都为你考虑周到，但同时也可能处处受限的围墙花园？嗯，还是一个像 Android 这样选择五花八门？ 充满活力，有时可能有点混乱，但却给了你无限可能性的开放世界。你今天的偏好或许就预示了这场次世代运算平台战争的最终赢家。